世界四大古代建筑奇迹是什么？一、埃及吉萨金字塔。古埃及人相信死后永生，金字塔内的墓穴内起初堆满了黄金和各种贵重物品。二、奥林匹亚宙斯巨像，宙斯神殿北身则是多立克式建筑，庙内西边人字形，岩石上的很多雕像，十足的雅典风格。三、罗德岛巨像。希腊罗德岛巨像是七大奇观中最神秘的一个。这座巨像建在罗德市港口的入海处。四、巴比伦空中花园。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当然不是悬挂于空中，和罗德巨岛一样，考古学家只能为发现空中花园的遗迹